稳切，第一场稳切啊，妥妥的。冯正三十坨。方正是投到一把最强，然后普陀的话是刷了零套，阿普方会回阿德的话投到一把自毁德布，老婆的话干一。宝宝点自己吃小四海吧，兄弟，免得跟第一颗飞机了。我这个不是感知，我吃小四海了啊！你们感知的可以拍。珍宝阁台座湾。吕国生化身三十坨。宝宝贴吧，方正的屠刀一把太穷没有输出，普陀凝视一把这边的女儿，你直接不要招死，你先招头牛，宝宝开自己招头牛，阿布起个牛剑，宝宝继续干二。小四海明明白白，必须的明明白白。对面的话，和尚拉金刚了，人开封印拉金刚飞机。只要对面飞不动我们，我们肯定能赢啊！这 PK 只要扛得住，对面必死了，就这么简单。宝宝没必要贴了，告诉我房子哦，隐身了。这伤害真的稳赢局，好吧？你觉得这伤害，我操！爆了一下，这伤害没什么问题了，基本来说的话绝对能扛得住啊。可以，宝宝还神了，这伤害怕了个锤子。我靠，这个队长这么凶的，队长死了呀，可以穷。飞机结束，我的哥啊，这是那个刷分最快的队伍，飞机结束，我操。这珍宝阁我们以前看那个队伍，你知道不？珍宝阁那个大李航，是不是啊？那飞机结束，你们还记得不？就他们啊，飞机结束。对面第一回就加了野兽了，我靠！还连击死亡连击，我操！还在锤。普陀先出个隐身的雪宝吧，方顺的话就丢个那个九环七连，魔王的话先出个宝宝，对面还是一速，我操了。他全民装，对面还有慈航，我日了！他化身干嘛了？喝酒了，真的喝酒了。行，我感觉我也得起个盾，我这罗汉应该放不出来。那边的和尚比我普陀快。化身凝视女儿的。对哈。那个方顺的话，去把右边那个物理碎了。我起盾了啊！我起盾了，宝宝滴血了。可以起盾。魔王进进吗？可以，魔王可以进。魔王进啊！点了四二秒，点了。进回个血先吧。点了四二秒，一把阿德。
阿乐出个宝宝吧。给宝宝拉金刚，我操，这些人是疯了。牛逼，可以啊。主要是被斩的这个票，不够，不够，行了吧？我直接清掉。也是他们啊，我告诉我给你点方正够大啊。阿德的话抓小怨灵，然后魔王点了四号鸟和轻轻掉，方寸的话去把对面的女儿撕心了，把对面女儿撕心掉。对面是我们以前看那个飞机结束啊，兄弟，飞机结束，还有那个叫什么，他们队员好像换了啊，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，一个叫飞机结束，一个叫那个叫什么来着的吗？忘记了。你们还记得吗？那几个飞机？放不动。我们几乎都是满血，王牌战斗机，对对对，王牌战斗机，王牌战斗机了。当然消息是开了不？当然消息可能关了，没关。王牌战斗机了。点的二号秒，我的宝宝继续给魔王卡大，方寸能大，方寸不要大，方寸去必中一把队长，点了二号秒，方寸必中打队长，宝宝领走。我宝宝贴一下是敌吗？你贴自己没有用，真的。宝宝给自己卡大，你贴自己真的没有用，对面全是宝宝打你的，宝宝打得太狠了。谁宝宝点他拉了？谁宝宝点他拉了呀？点他拉干嘛呀？坑逼德，没事。两个大金可以了，而且这边还有金金，没气没气没放金的，那我感觉我要敲，敲不了，三个一费了，对贴的三千六，操，三个一费我肯定。秒出来就行了，跳了没关系，秒出来就 OK。那还要需要一个人来贴，可能阿德来够全量贴了。死掉。那还行。操，这雷顿真的是扛不住啊！是啊。金刚化身。哇，硬叠加了，早硬，身上早硬。女儿应该要死了，五千三千，我靠，这个小四海就完美了。方寸盖把罗汉，女儿居然不死，他女儿神佑武器，我觉得不应该不死的那些人。老虎的宝宝给阿普卡，阿德的宝宝给我卡，你们接着画面。方寸盖把罗汉，怕他这把直接出去了。我感觉他直接出去死不了啊，我一千九百那金了，都死不了，都死不了，龙三也死不了，他和尚换的续命没有用了，他续命拿出来秒不是法器，和尚拿续命没有用了，顶上去了，不过是应该是归宿的，归宿准备慈航，归宿他们准备慈航，那慈航看补个流云吧，补流云没有用，补流云绝没有用的速度，对面还没有流云过，对面凝滞过了，我知道、啊、我们灵芝的没对面快，我灵芝的没对面快，有没有
没有，真没有，除非神马，除非你再牛云给神马，才说不定差不多够不够。那真的，那真的，给他死了。德尚死了。我操，这个女儿多少血、啊？他舍身取舍满了。刚。哦。方顺点的队长封一把，他这把估计就能吃完了。方顺点队长封，何惧点的宝宝给自己砍的，阿德的宝宝给魔王砍，你继续。这边有个没变身的，这把封杀一个就行了。我们现在就是需要封杀他，封杀就够。你们宝宝大金的话，小四海千万别给，千万不要给那个魔王卡，魔王身上全是药性，大金加的很少的。我操，没中。哇！大金别给，别给魔王加，给加下小四海，说不定好点。加了没效果了。你不加，难道等他死吗？就算有效果也有效。小四海可以加，点着，我们加小四海效果好点，加几百点血了。还好对面这不只有两个飞机。队长还有，扛肯定是扛得住，这回肯定扛得住。他化身干嘛的？他起来用那个大招了，用大招解封加血了，他防你旅游村封对面吧。没有观点了，方正还有雪宝宝，做个雪宝宝顶着了啊！下边对面还是有个飞机，我靠，有点烦了。我们宝宝顶血顶不上了，小帅吃的太亏了，看见没？我出个宝宝先吧。那个普陀出个宝宝，魔王的话继续。拉虚把他秒死了。阿德的话继续秒，阿德。你秒死那个，我那虚名可以把他旅游村秒死了，把他旅游村再秒死。我出千术了。可以。阿德宝宝卡血啊的。宝宝注意卡血，两个宝宝都要卡。血量很低，对面这边还是有个飞机。对面起码还有两把罗，还有两把磁行是有的，还得扛两波磁行。封杀就好了。问题是刚刚没封中啊。刚刚把那石头你封中封杀的话是舒服很多了，这不倒地起来的飞机伤害要爆炸了，这不可惜没有诅咒，有诅咒的回到办公室那就死。阿德下部位你把蛇拉出来了，我一个秒四个五个，魔王继续秒，方顺留用我，我换了马出来了，方顺留用我，阿德把蛇招出来，阿德宝宝卡个大清，你宝宝注意卡血，我宝宝试了秒一下，我宝宝说不定是醉鬼，说不定能压死，如果我能压死的话，对面磁场直接拜拜了，不出来。神马加流云诀应该是够的，没回两个，一个宝宝没死，我操，不行，我宝宝速度快了，拉不起来，拉得起来，对面拉起来了，拼速度，我先上个灵动得了。那个方顺还是点的对着挡风，普陀继续点灯，点灯普陀继续点灯。阿德的话再出个蛇卵，阿德再出个蛇卵，魔王秒，方顺点的挡风啊，应该是我快。神马加流云诀，这还没快，真的是没办法了。可以，对面完蛋，对面第二波磁行没了，应该是三波磁行。
对面。这一号龟速还在神。四号也是超级龟速。全是龟速的。主厨刷个灵动。我给自己宝宝刷个灵动。方正的宝宝给普陀砍了大旗。我感觉你们。阿德的宝宝保护一把普陀的宝宝。方正的话去分身进去。对面还是两只龟速，我拉到对面的石头里，拉起来飞机了。一个宝宝拉了一只，对面应该是拖了我们神马结束，还有神马吗？我们是十回合拉的神马，你到十四回合再换只神马，对面吃好就拜拜了，把对面跑了。我操！这队伍他妈今天、啊、要是平常啊，我跟你讲，100多万分。这确实、啊、确实100多万，这是历史上刷分刷的最快的队伍。我以前看过他们。王牌飞行员还有那几个，还有那几个就是，飞机结束还有那几个珍宝阁那几个伺候你，全服刷分刷快刷的最快的队伍。我没有雷军。是啊，跑的呀，好像有什么。哎呀，我好他妈能神了！啊，48那层。真是神了多少次了？神了五六次是了。四五次了吧？啊，马亚把48那层。积分刷新了啊！积分刷新了，这900分了。这必须花。放心，他马上就会生龙活虎。手环换好。先报名吧，那个48开打。我那个直播的话音如果不同步的话，在屏幕那个右下角有个刷新，把它刷新刷下。画面的话应该是，可以算说是高清的，然后声音的话绝对是同步，好吗？如果说觉得有点问题的话，你们刷新刷一下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了。直播界面的话应该是可以的。卷土重来，双物理、一物理法系。方寸去屠刀，我操，又是这个方寸去屠刀一把这个七次非法乱来。然后阿德的话招灵，普罗去抓灵动，阿布的话我看啊，阿布的话宝宝一，宝宝一，宝宝一块，一号物理系宝宝。对面斯托里拔木，感觉这队伍够打了，可以跑了。这是那个气势非凡嘛，那个是。呼呼。好吧，不要浪费时间，够打了。中锋吃活，对吧？算了吧，不浪费时间吧。跑跑跑跑跑，别跑，别浪费时间。这里至少做半个小时是有的，半个小时打得好，打一个小时。关键打了你还未必打过，被人家大哥。这他妈西山老师的，西山老师的负担。浪费时间啊，打这队伍。兄弟们，这队伍先撤啊，这队伍确实浪费时间。
帮对面给对面送个分，好吧？没什么太大问题。放心，他马上又会生龙活虎。你们闪队，你们闪队，你们闪队，我来邀请。阿德还没出来。你打不了，先放跑开，直接你等下报放没报名，还几两枪，可以。冷谋。我看啊，古陀、方顺、地府。阿布光辉我一把，方顺的话去把对面龙山睡了，阿德土刀，我来刷灵动，宝宝的话干二号，干二号。对面地府队伍，应该是狮皇的女拔木啊。这队伍好打，这队伍应该好打，操引弓。还变身套了队伍，你妈这麻瓜队好吧，这队伍兄弟，这队伍一个麻瓜队。哎呀，这个木木的麦五号引弓，三号引弓，我不知道谁能卖，我给他直接屏蔽了。青花瓷，阿德直接招死了。四千四，讲道理，对面的话可以跑。方寸落后一把，对面四头。阿布点了一号秒，我都点个灯吧，宝宝干五吧。因为今年的话已经是2019年了，新年这个2019年的这个年度的这个华山积分呢已经刷新了，我们打的所有的队伍积分都是重新清零的，就包括我自己的队伍也是积分清零的，所以说每一个队伍的话都是一个925分，我们175的这边队伍啊，不管哪个队伍啊，新积分都是925分，所以说的话我们这没有必要啊。阿德直接动手，阿德直接招小人员，普陀波兰也把我女儿方寸落后一把，对面龙山。所以说咱跑或者不跑或者怎么地，咱遇到那种拖拖队好吧，没有必要啊，咱刷点分就行了，主要是先刷点分。不叫怂好吧，没，这不叫怂啊，咱这个的话叫这个就是能怎么讲的，这个是吧，抓紧刷点分啊。对面的点杀有点懵逼，要是点杀对面怎么点的，他想冰砍点没有，对，叫战术性撤退。下一把龙凤银，龙银凤啊，我们两个是两个。
开我了吧，方正。木木，你那个麦真的好吵啊！木木，你把那麦关了，你的麦太吵了。笑龙凤影吗？我倒不是笑啊，一样的。对面都放弃了，这个方寸去私心队长点的这个不是私心那个狮驼点的狮驼鸟，我都笑一把龙山。操，我的力皮怎么是砍龙山四百点血？宝宝干死头吧。掉线了，应该有可能吧。对面在跑，对面确实因为积分线刷新了啊。我们的话作为一个什么来着，我们作为一个全体也是作为一个积分刷新的队伍，我们自己如果谁赢了我们也是985分。没分就把酒喝了。好，对面居然还一个没死了，我们这两秒去瞄了这个。对面的输出跑干净了，华山跑很正常的啊，不要见怪不怪啊。赢了我们也是900分，其实我们跑的话也是给别人送个900分而已，分不多。满药。925分了，硬卡。放心，他马上又会生龙活虎。应该是整点切了，8点钟切。满药我也是要这个真抠，兄弟，我这宝宝他妈输出这么给力了，这个我满药也是说我抠，你这真是。要命啊，这个真的是太抱歉了，我没有长成你喜欢的样子啊，真的。我要怎么样才能长成你喜欢的样子了？长成人民，长成毛爷爷，人民币你喜欢不？看看200000的这个文哥你好，我很喜欢看你的直播，你的解说很厉害，我没有账号不能给你咨询，很抱歉，不过以后再也看不到了，我遇到很大的麻烦已经崩溃了，投资失败了，都是借的钱，你借了200000知道还不起了，现在每天催电话打爆了，包括你的家人电话，我对不起他们，我很后悔，我很无奈，就要离开了。如果你看到这条消息，希望你能相信我的话，如果有时间请你回复一下，满足一个小小的心愿，如果你觉得我是胡编乱造，见到笑话笑话看一下，一笑过就好，祝你直播越来越好，再见。谢谢啊，谢谢兄弟的祝福，放心我会努力的，好吧，希望你也要努力。投资失败的200000你应该会积累一些经验，好吧，当是人生经验吧。其实你说你是投资失败了，说实话我感觉你应该是，我觉得你应该不是投资失败了，我应该觉得你是在网上搞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应该是做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。现实投资生意失败了，你再怎么投资失败的话，有很多人情在那个地方的。现实中的投资失败的话都基本上能挺得住，因为你投资了200000进去的话，你起码你的人情都在那个地方，别人是吧，你的钱投资在哪个地方了，是不是，你去找那些人蹭吃蹭喝都可以蹭很久了，这个都可以活很久了，除非你是把钱输掉了或怎么地啊，我是这样认为的啊。我操，妈的好鸡巴猥琐，血什么零吧，普陀刷个灵动，阿德直接招蛇，魔王骑把牛剑，方寸的话去把
帮去把那个队长睡了，宝宝打一把三号，宝宝打三号。对面有可能是血森木林队伍。以前我们老打的呀。女儿，武装龙宫化身，打蓝队。你们带蓝没有？我操，带个腿子蓝了。我操，我可真没带蓝。主要是要小蓝的这个，不用，快点！你们一个人就阿德带蓝是吧？其他都没带蓝是吧？真没带是吧？补了多少分钟？我98，上个塔够进去。我要先上个塔，帮着把那个七塔的给我睡了。阿德再出个宝宝。三号宝宝来操，阿布的话点着三号继续秒，宝宝的话干一把四号。阿布不要吧，秒了没有？阿布没秒吧？没秒单秒一把一号，阿布没秒这把单秒一把一号。打蓝队，坚持一下，因为我们有蛇知道吧？蛇随时可能会吃个人。只要对面罗汉接不上，很快了。我操，罗汉接不上，直接盖罗汉，妈的一点机会都不给，这是。宝宝新加起妈多少，阿德去招条蛇，阿布的话点着一号秒，帮着吃吸一把对面的白菜，补得轻轻点。群秒，阿布群秒。双旅游村，这蓝掉的太快了，我操，三火掉了一半的蓝，操，掉了3000蓝，我操，猫还多少蓝？意识无双的打蓝队，龙宫还炸蓝，只要把他们罗汉控好了，我觉得秒他们两波就好了，就是罗汉的问题。否则还有小礼物，否则下一把对面的那个小招，无敌小招。没有罗汉狠狠的秒他们两波，他们应该差不多了。方寸的话去下一把对面的队长，然后你点了一号继续秒，阿德到小圆里。对面罗汉一回合。还可以扛四个地势无双，阿布那边还能扛四个地势无双。就是下回合能瞄到死人的话赢了。还够笑啊，骨头去对面偷酒了，那个上面那个我知道，方寸就下一把那个蜜桃，骨头的话下一把这个白菜，然后你们两个的话继续瞄。就这一把，就是把能不能把他秒爆炸了？不用点宝宝秒，阿德点人秒。
不中。可以，机会来了，这是我们的一波机会。一十五双一千五，和尚被笑中了，对面好像和尚没动，和尚没动，对面和尚没动，我再去笑笑和尚吧，别拿他后救我。啊，没有，他回血了，我瞄了死人不？死了应该，死了死了，赢了，一波罗汉接不上，对面就没了。操！光线出虚弥。对面队长应该够罗，古德去无悔把这个白菜帮弄出虚弥。你们点的队长秒，这个武装的话血量很低，其实对面如果刘春解封武装，武装起先帝我们没办法了，瞄得死不知道虚弥，把他武装瞄死才行。牛板他也武装死了解不了，牛逼牛逼，我靠，罗汉又接上，瞄的是和尚不？对面化身死，队长死了，牛逼，赢了。够够够！笑吗？我都在 笑谁？这个白菜，方寸的话去私吸一把。笑和尚是吧？你们两个继续秒。啊，方寸，对对对，我来开，我来开你了，我开你了，帮着私吸和尚。三回合我们基本就空蓝了啊，三回合我蓝的剑，我蓝的剑半。好，不要点队长，队长是最快的。所以说基本上来讲的话，这队伍我们就是靠一波爆发，如果一波爆发打不死，我们估计就跑了。他们还有武装起手天地的机会，感觉他们应该是没机会了。他们和尚加不上血了。阿德跟你说了，不要点宝宝秒，点人秒。那个和尚还没死，我操！点什么？他死了。他点队长秒的，队长死了。操，和尚零血了。左边牛上回合都死了，点他干嘛呀？观众还给我笑你吗？普陀够，普陀够，让普陀去下。点人秒，点人秒。普陀去下，我普陀去下，我就下上面那个牛是吧？那个牛第十五双了。好，普陀刷个灵动，方寸的话下上最右边这个牛，我刷个灵动，点牛秒，点牛秒，点人秒，不要点宝贝秒，再说一遍，对我点宝贝没用的。上把点左边那个牛秒就死掉了已经。好了，我宝宝没来，我宝宝拼戳了，没愤怒的脱血，龙吟一次掉多少蓝是吧？龙吟的话，龙宫炸的话应该是一百多人蓝，应该是135点到140点蓝。主要毒掉的多，掉毒掉的太多了，这个毒是按比例掉的，刚没注意看啊。应该不多，这都再跟他耗都没了。第十五双的话是打多少，是有多少魔法点，打多少点血，打多少点蓝，就打1500多血的话，打1500点多的蓝。
打了三下4500呢。对啊，这都大概他妈耗几分钟打了没拿了，本来就没带了。我身上三回合蓝一半了，身上有个毒，三回合蓝就一半了。把它换过来。放心，他马上又会生龙活虎。哎呀，我买个蓝，买个蓝，可他妈的有点虚。我还以为对面是双神木林队伍，我操，用血雨的这个，你看这么多人组，他妈的，队伍是够奇葩的。你们续迷换一下。不过。这个我们已经打过好几次了，都赢了，没事，就是冲他们，不能跟他们耗了，耗不起了。妈，带再多的蓝不打，都耗不起了。四个打蓝的对面。龙宫女妖村，女妖村化身武装。你是还好是把那武装给他控住了，他武装起天地，我看还真不好整了。起个天地红兽还没脾气，我操了，真的是。我心思没激情，第一天天天妈打什么队伍都925，没激情。飘然，哇，这个队伍可以的，这个我们打过的，输过好多次，输过好多次，这是万绿湖的队伍，吊起来锤，悠悠队伍。那个斧头刷了0道，然后方寸的话把右边这个法器碎了，他的屠刀，然后魔王的话魔王的话我看啊，光辉我一把，宝宝的话打5号，锤一了，万绿湖悠悠的队伍。双龙宫吧，我记得以前是，不知道现在什么，是否双龙宫的？哦，什么灵啊？对对对，双什么？啊，超级暴力，我操！我靠！我操他妈的！那宝贝干死！那个斧头丢个九环。我看不要，斧头波浪我一把，方寸丢个九分，斧头波浪我，方寸丢个九分。然后阿德的话先招上女出来，阿德宝宝和卡卡星，阿德宝宝。你们赶直播，有赶。你们赶直播打出去，我没赶直播，我给你顶血。我靠，这么多没赶直的吗？下一把对面的吉他，下一把方队控一把对面的法器，然后有感知的干一把一号，阿德招手出来，两个血宝我刚卡下去。
下巴可以拉丝了，下巴可以拉人。下巴要拉的话，你就必中了。下巴对面的隐身回合宝宝都还比较多，三回合，三回合。方寸够必中的震动吗？够必中，我觉得不好使，对面会水清的。要不直接宝宝顶血得了呗。方寸够必中。方寸够不够必中？有有有，扣个一就行了嘛，有的话扣个一。帮助 B 中一把对面地府拉一把阿布，然后帮助宝宝给他卡个垃圾，我卡个大伤，阿德造小月灵。哎，你们赶着把我打出去，我顶个大金。哎，哎，我操了，宝宝能不能我宝宝顶血？秒！我宝宝没感知，知道吧？你要 B 中地府的，你不 B 中地府，你拉不起来的。他地府比你普通慢的，抓一把就可以了。我们帮助比他地府快的。刚好卡速度，对面跑了。我们宝宝的话只有两只是感知，一只是阿布的，然后一只是你自己的。宝宝的话尽量我们这边卡血，这样的话比较好点。你们感知赶紧清隐身，把隐身清掉。没分了多久，对面为什么要跑？对面想刷分呗，点不是我们旅游村，他们输了，想刷分呗。这把防女要防住了，还是方寸第一把催眠中了，方寸第一把催眠不中，后面真的是不好整，催眠不中可能防都防不住。两个石魔灵单法还凶，这个一人一宝宝直接报名的十八刚开打，放心，首发手看一下，马家样，我手换回来怎样？卷土重来，撤了吧，直接撤，好，直接跑，直接跑。跑了，跑了，跑！不犹豫，直接跑。人间最逍遥，这个好像是那个叫什么服务器转过去了。这个人间最逍遥，以前在状元坊吗？还是哪个服务器来着？我靠，没跑掉啊，你们来等我了。那我先组队，我跟你对着。不，你自己先准备好，我来邀请吧，邀请很快了。我还变卡了，没卡。到二十一分的来得及，放心，他马上又会生龙活虎。阿布没跑掉吗？他被碎了，肯定干了。目前还一分钟，应该够了。没卡阿布啊，变卡。变卡。我
操他妈的这个女麻木这个条项链有点好啊，妈361零带屠刀专注精心武器，21打。我看啊，普陀刷个灵动，然后是什么？普陀先刷个灵动，然后方正的话屠刀，阿德招牛，阿德宝宝卡小四海，方正宝宝卡小四海，魔王的话光辉把我宝宝打一。地府普陀三输应该是，位置错了好像，下吧，打完换，打完了换，打完了换。我也错了，你是最后一个进队的。换一波引攻，就是点杀队的，地府补了三攻，这样其实也好点。女拔木，我们女拔木耐操一些，扛得住。这边点我们女拔木可能还死不掉，点魔王肯定是必死的。我操！啊，没有点杀。他妈的为什么都干魔王啊，我操，这魔王长哪地方他妈都被干，去龙三龙三被干，去龙五龙五被干，贼难受。我他妈笑得鸡巴痛，我操，站哪他妈的哪一个，操还死不跳，那边还两法系秒，这是你累了，没事。我龟说我龟说我抢哪里，我龟说我无限抢哪里。我起罗，然后阿布起来的话，阿布起来的话先起个子。普陀够罗汉是吧？普陀够罗汉，方寸的话去屠刀一把这个响种，拿条蛇出来。感激的打一把二号吧。他妈就有点耐操了，妈的！这边要是刚才干的是女娃木，肯定干不死了。你看这引弓打，往死里操，我都死不掉。什么龙弓啊？这龙弓没灵动。我说先点个灯，方正的宝宝卡个小四海，方正的话去施吸一把右边这个法系，你们两个照小月灵秒起来，阿布直接秒，感知的打一把四号，龙正凶，龙正的话，魔王这边的话是能龙三位置秒上反方凶，为什么魔王输出爆炸？你就想吧，全魔的魔王。龙三位置带灵动，你说秒的爆不爆炸？这魔王爆炸是有原因的啊，并不是说他的装备硬件很牛逼，主要就是因为这个就是龙三位置。方寸就笑一把这个龙弓，然后普陀把他灯灭了，你们的话点着二号秒，赶这个打一把五号，
风神宝宝给阿德卡个大金啊，给阿德啊，那是魔王，我操，死了应该，我都要笑一把对面的魔王，敢自干一把三号，看我的三人力劈，那边的普通没了，看到了没？不用笑了，帮人私信吧，我都挂灯吧，无所谓了。演他砍的啊，把直把他砍死。秒了秒，宝宝换过来，位置换一下。放心，他马上又会生龙活虎。没有。说实话，我们这队伍挺无敌的。这个今天不能算多少分了，今天只能看赢多少场。错分925一场。今天的话分全部是925。我们是跑了，不管是打多少，其他都赢，一共打了7场，赢了5场，4625。这波一年的兴趣值多少钱是吧？这波至少值10000多是有的，这波至少10000加。这波在老区的话也应该是10000加，这是个瓶子，10000加这个胚子啊应该有的。你就卖的话10000加应该是有。成品10000差不多，谈都不谈，这是个瓶子，真的胚子就摆10000摆着，我觉得会有人喜欢的，七金的瓶子，整点切啊。又是飘飘，这个普陀刷个灵动，然后阿德的话屠刀一把对上方正，把左边这个法器碎了，宝宝干一号，对面是高速隐身，那可以顶血啊，高速隐身全是隐攻。大傻德啊，你说烂，这个时候宝宝要保护的，
你踢自己干嘛？他妈的，刚刚打过的。感谢这么晚别回去了，谢谢老板甩的紫水晶了，谢谢，谢谢这么晚别回去了，我当然下去试开了啊。方正比普多靠，普多比地府。我操！我操！高猛！连环金莲的，我操！好，我能不能扛得住就靠你。连环金莲的。觉得应该死了呀，就看他连环，我操，睡甲刃，我日啊，完犊子了，他打了个睡甲刃，他妈的减防御了，还个甲，可能死了死了，还个石墨灵，那算了，一直能扛得住，我觉得是扛了，我起来他们就没了。方顺多少分钟啊？方顺的话，先上个塔，阿布七个齿轮，阿德招头牛，宝宝干五炮。你那牛逼打不开，要站住了，站住，百分百站住了。我起来把灯一挂，他们又跑了，看吧。宝宝干四号，阿德招条蛇。方寸的话盖把罗。魔王王的话去先光辉把自己，一个力劈砍普罗砍三千还要怎么样嘛兄弟啊，就一个力劈砍砍过去砍三千，你还想让我怎么力？又打不开，我操，连击了，他妈的打不开就牛逼了。哎，我肯定能顶得住了，好吧？我顶不住，我们队友能顶得住。我起来点个灯，下把一手结算满血。那怎么想嘛？真是，他们打不过的，放弃了，肯定打不过，是百分百打不过，因为我们队伍整体实力上来了，知道吧？打三公队还不是一打一个准，有这个整体实力在。方寸的话去笑一把走轮这个法器招小怨灵，然后瞄起来点他二号赶出打四，我防一手，他妈的对面应该是怼我了，怼我宝宝了应该，对面点杀点不了，我们有罗汉法器又有盾，对面点杀点不了。颠倒无心，对面清静的效果，这他妈就亏大了，我操，妈的头有花碎玉的那种，那个法器多舒服，只要不中碎甲刃就行了，这么引弓中碎甲刃还是挺疼的，这个连环击死了，他妈对面还两法器，两个单发明，不过我觉得应该对面伤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这波两法器都能出手，我们只是方寸死了个而已。这边点什么方式没什么卵用的，你们点二号继续秒，点二号秒起来，这个二号有可能是只压尸的宝宝，赶紧把它弄死了，下把我能拿，我宝宝归属。
高速，这样的话我绝对能起得来。要死人了，对面一副普陀死了，还没死，我操，我力瓶没砍他，我操，这不亏了，妈的，我自己拉起来上灯，我宝宝对你拉，我宝宝对你拉，你自己上灯，我宝宝对吗，我宝宝拉吧，我宝宝拉，你宝宝你哦、你宝宝贴我宝宝一下吧，真的，你宝宝要不贴我宝宝一下，别那边飞死了。贴也没有用，算了吧。你们点了一号秒，那我飘中个法系就行了。他那个颠倒五星只有两回合抗风，那个清净效果就两回合，加30%的抗风。你宝宝不要贴的，不要贴的，宝宝去干出去，贴什么呀？干嘛要贴啊？秒睡对面没了，刘顺算挂了。我挂是必然的。那你扛不住，能封杀一个就好了。我们能把那五号的法器给他秒死，好。你们一定要把一号干掉，一号肯定是手持的，知道吧？不用贴的。操他妈的8000！我操，神了！还好，那宝宝顶血。普罗自在一把自己，方正的宝宝给阿德浩扛大旗，然后你们点的一号继续美，点的一号继续美。感知的话可以干一把四号，感知可以干四号。对面这把也有点伤，两个法器单发秒可以秒我。我这把结算，看我这把能不能扛得住了，我这把能扛得住，应该是没问题的。他两个单法经济五，不可能，不可能扛你的呀！好，两个经济五肯定干我呀！操，真的扛你！他们这把点我就是关键了，只要我扛得住，这把我们赢了。信了，我操，点你们包自在的这一回合，主要是没死，小丑没中，不是没死，小丑没中，不怕。操，面上想把我秒死，他妈心眼太大了吧？对面下边有飞机。衣服死了，对面消霜给不上了。我不可以拿方寸，把方寸拿起来。拉不了，哎呦！我可能拉不了了，我宝宝拉方寸呢、啊。还有一回合想死亡，怎么拉方寸呀？我点个灯。普通，我来点个灯给自己。然后阿德的话，这回合先做个秒一秒，点的还是秒，秒一秒。我秒就赢了嘛，我秒就赢了。我的宝宝给自己，我卡了，我龟速卡不上啊！对面直接秒死我了，超级龟速的宝宝，还不如强拉了。我这把他孩子砍死更好。我们先秒的，对面拉起来有飞机，他先飞不死我。我们俩法系可以先秒。蛇能吃一个不？我操！还先力激发我。死啊，我的哥，没神！秒死个法系兄弟，2500，对面还剩三个单位。哎，你妈法连，我操！可以，对面跳了个自动，感谢对面放水。这你妹了，这是，对面居然自动了一个，真是牛皮了。普通宝宝拉一把那个方阵。我技能可以拉你啊！我技能可以拉你，我拉起来暴血了，这个3800的血。普陀自在一把，阿德金加指挥喽，秒呗秒呗秒！
自带把阿德，自带把阿德，秒秒秒秒秒，你拉我起来没意义的呀！是是是，确实拉你起来没意义，死不了死不了，就换魔王死了，那边撤了。起来先先出个归宿，方能先出归宿，否则的话先挂个灯。阿德盖把罗汉可以，雷米这波伺候你有飞机。方正的宝宝拉文远，我都自带一把方寸。方正私心一把左边那个法师，你们点的孩子秒，阿德点的右边的法师秒，阿布点的孩子秒。他一号是超千组。比对面普通还快，对面这边应该是小死亡，小死亡对面是不是没变身了，他们这边没有用了呀，他们没变身了，还只是一只高速，对面所有人都是一丝血秒全死，魔王下课我可以七把牛，方寸点了对面的普陀峰，左边这个雾中仙，普陀给我点个灯，我看不用了，方寸点了狮头峰，方寸点了狮头峰，普陀给我点个灯，方寸宝宝给我砍个大伤，阿德秒，阿德点了右边的法师秒，点了右边的法师秒，已经赢了啊，已经赢了，我力劈砍死普陀的时候对面就已经输了，我操他妈提气我了，浩文这是他妈传说中的队伍可以输，浩文必须死，有罗汉金都能取秒了死不了，看到我偷酒一把金青还要点对面取秒我死不了，秒我四百点血，其实说穿魔王还是比神魔灵感觉要凶一些，很伤好你估计就倒了，普罗自带我一把，然后方寸的话就私心一把对面的法系吧，右边的法系，方寸私心右边的法系，对面还带着提气的药啊，这是多大仇恨，这是先把这边 PK 先看完好吧，先把这个打完再拉波关注，这 PK 说实在的对面打法很凶残啊，对面是悠悠队伍啊，万里湖的悠悠队伍，以
天在万里湖玩的时候，兄弟们记得不？悠悠的声音贼好听，悠悠。是的，是的，对面是我的曾经好友啊。楼下给我刷个灵豆。我都刷个灵动，风筝宝宝保护我。阿德的话，他小圆灵魔王的话，点了一号门，帮助你去控一把对面队长。对面这波小爽点的谁啊？小爽点的应该是还是普陀，要么是魔王。对面应该点的我，或者点的魔王。但对面这波连环技连不出来了，跑了。对面这撤退了。对面没站住，怎么可能站得住了？对面五千血都站不住，我们一会儿能秒对面，我们一会儿能秒对面秒很多很多。你肯定要冲的呀！妈，这队伍不跟你刚一下，我操！妈，上来把号稳点了，妈，有点意外。连锁其实没什么卵用啊。点死我的话，我们俩风系照样控制对面。我们防御，然后阿德大招。对面点死我，我们的风系照样控对面，法系照样秒对面。对面地府普陀，对面只是点杀。一人一把直接报名嘛，晚点买药吧。是不是说点死我的话，其实没什么卵用啊。点死我的话，还不如真的先点我们风系，只要点的是风系，对面能赢。宝宝换回来一血宝宝。放心。对面第一回如果点的是旅游村，旅游村死掉的话，真的对面能赢。点买药，你来不及买药。好，老子小四还是要买了一个西曼，帮我看一下啊，普陀地府女儿师徒那个方寸的话，去把队长睡了，阿德土刀一把，然后普陀刷个灵动，宝宝的话干一把一号，宝宝干一号，师徒女白木，这是雁门关的那个阿布关户，雁门关的，雁门关的宝宝名字都是 CC90037 了，他们服系组的队长是雁门关，雁门关珍宝阁少林寺，是吧？咱公会内战啊！对面是哪个主播？在90037找找吧，可能没开。看有没有雁门关那个团队，可能没有开啊，开的话应该在播，没有开的话应该是没有播。阿布去光辉把自己，阿德先招条蛇出来，方顺留用我，普陀您自己把这边女儿，宝宝继续干一。太大，我们还是有数的优势。阿德的出个蛇卵，这个蛇的质量有点高，力皮圈砍不动。方顺路会把对面的法器，然后你们点着五号岗，阿德出车了，阿布的话点着五号秒了，下巴够大啊！
放这后必中了愤怒吗？放必中一把对面的石头小子。斧头直接盖把罗汉。阿布出个宝宝，阿德的话把蛇招出来，我这罗网可能放不出来，有可能会被笑掉。力皮垃圾，对面蛇的质量有点高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力皮砍不动，我力皮在别的地方砍都是砍的嘛，40004000的砍，这个蛇居然应该是招架好吧，招架的蛇。能明白不？对面是高级招架的蛇，那个蛇应该是有高级招架，宝宝没事可以摸它一下，把招架给它破，砍不动。一匹砍蛇怎么可能吃？可能才2000，我操！后面那个猫子应该是够愤怒了，蛇可能5000，又可能个2500。妈，我已经笑过了，后面我没愤怒笑了，对面队长应该差不多了。我们方正先上个塔，让对面放了这个，只能让着对面放。斧头的话先挂个灯。我要不给队长，我要不给队长扔个武魂吧？啊不点武魂。我给队长扔个武魂。我们你挂个灯，我下了是吧？行，我挂的。对面有神马，对面神马两回合。我抓过我一把了，我可能没他快了。你们谁带回蓝回速度？小有没带回蓝回速度？下一个，下一个。方正浩有没有带？没有带。他的四头领是不是也是没起？要再空他一把不？骨头够像吗？骨头像他一把，对，骨头像把要像他一把。魔王光辉一把方顺，我给你吃个回蓝啊！阿德先上个塔，啊，阿德上个塔给我吃个回蓝。方顺的话去把对面的女儿睡了，方顺把对面女儿睡了。雁门关这里孵蛋是八强，对不对？一个工会，对面对面是臭的队伍，但队伍应该也不差了啊。对面组了珍宝阁的号，等下把方顺的罗汉盖不行。他去了，把罗汉盖一把。方顺多少分多现在？阿德呢？阿德多少分钟？骨头无魂一把对面的狮驼。对面四筒领刚站岗的，也是没起来。对面的队长，他的水清。你们两个的话，阿德的话再出个蛇卵，阿布的话点了五号米粒吧。上过石头就法杖了，是他野兽没起，下面他地府应该有所愤怒，我可以去笑。
方寸多少分钟？方寸。60。你们女拔木不是可以起了吗？阿德号应该够，阿德应该够了吧？女拔木肯定够了，75两回合肯定够了，99下巴够了。阿德把罗汉，阿德先把罗汉盖了。方寸先分身进去，普陀就下一把对面的地府那个心动。王去点了五号秒，宝宝干五号，一批干左边的。这一把火力输出全输出过去，对面可能躺人了。这把应该是效果，我感觉。这一把只要火力输出全出去，对面那个宝，对面那个蛇高招架的啊，高级招架，招架了，砍不动正常，第一下砍不动，后面砍得动了。有宝宝摸他一下就破。等这个时候应该保下。有宝宝破一下就给他怼着了，知道吧？主要这个宝宝那个蛇是高招架的，这个招架了，我们有风系数的优势了。我们有风系数的优势了，那么地府罗汉被消掉了，对面的物理系不气野兽下巴肯定野兽，我把对面的物理系再笑一把，对面继续站着，疯狂飞机，我操，没野兽的飞机，不用笑他了，对面这是鸡眼的这个。这把他没灵动了，方寸私心一把对面队长，我刷个灵动。2300，这个蛇真有高招架。阿德把蛇招出来，魔王点了四号秒，宝宝干四。方寸先去封一把对面的队长。你们谁还有带国量回数的吗？你这把有数的优势，他起码还得抓两把。应该还有所数的优势。这场不跑，这场正平正龙对龙，好吧，不虚的这个，虽然对面主动很强，是不是啊？但是不用着急，主动还够肯定够，我肯定够啊。主动笑一把对面的石头，对面石头我笑，我觉得他也够野兽，他分头太多了，我笑不干净应该。那这样吧，普通笑吧，对面地府也来笑吧。不用，我效率够了。阿德点了四号秒，阿布点了五号秒，方寸把对面的龙山碎了，方寸把龙山碎了。老师砍下上面那条蛇，好吧？你看下面那条蛇我砍不动，上面那条蛇绝对砍得动，好吧？下面那蛇真砍不动啊！妈揍2000，真的太他妈硬了！你看我砍上面那个蛇，上面的蛇没有高招架，应该是我操，笑不出来了。笑不出来了，我操了！对面地府应该没有罗，他是防普陀，防我普陀下的噬火应该是。操！尴尬。噬火应该也好。我操，野狗野兽，笑不干净。方寸带把罗汉，我们肯定是能扛得住的啊。普罗波兰把左边的蛇，方寸给左边的蛇，我操，2900，左边的蛇砍个大气，是不是？2900。
他妈对面地皮卡莫斯看事情，这妈逼这宝宝伤害真高，阿德再出个蛇卵，莫阿有出个宝宝，普陀的话去点个单把放上盖宝的话，他不能上，老子力皮砍得快没蓝了，他妈的没砍死一个宝宝，操了大爷，这是真的是快没蓝了，我砍个神马好不好，妈的老子不砍蛇了，我操了，砍不动，眼杀来了，我操了，还好吧，不过灵动上不来，应该点不了啊，这个妈的强点吗，没有，女王墓不在，可能强点吗，水池都是没有，连环精灵死，我靠，五千是我伤害高啊，还好蛇会神，神一次完美，那边是变身的最后一回合，原来这么个套路，那边那个五号力皮伤害贼高，四号也是力皮，阿德先造头牛，普罗再刷个灵动，普罗波两把蛇，蛇卵给蛇卡个大七，然后点着五号秒，方寸的话去私心一把这边的女，老子砍得快没蓝了，他妈的一直没砍死，我操了，这力皮有点垃圾，这力皮的属性确实太拉了，妈的两千二的伤害，工资1553，那个小1552，小便你那宝宝保护蛇的呀，或者给蛇卡大，没必要砍一点，那宝宝没用的，我操啊，那边下巴没有罗了，我们机会来了，妈的这蛇砍了一匹才他妈1000，他妈逼他普陀地府都没动，那五号博还没死，终于死了，我操，方向出个宝宝，这边四号力皮，我不够效，不够效，不够效，普陀拖个九，好，你们点了四号秒，普陀拖个九，你们点了四号秒就是了，方向出个宝宝，是吧，笑得中他们罗汉的话，这把就赢了，就看这把能不能笑中罗汉，笑中罗汉赢了，应该那个阿布号那个宝宝给我卡回量回速度了，小哥对面速度快了一点，对面普陀上的是灵动，应该我赌不会赌普陀灵动，衣服应该被笑中站着了，没动，可以啊，死了，有存死了，秒了死不啊，魔王女娃们有一次秒了一手，看魔王有灵动的魔王，应该死了，三千，我下把普陀，哎，我上把灵动，你下把方寸，一下把我上把灵动，让女娃们加灵动秒，方寸不够，方寸把九投了，好像直接把九，普陀刷灵动，普陀刷灵动，我来笑。对面几号宝宝归宿啊？你看几号宝宝归宿了没？我压尸了，我压尸了。你们点了四，点了三号秒，点了三号秒吧。我的力皮去压把尸体。都收了，给阿布卡个大。等给阿布卡个大。说了，只要笑中罗汉，对面就输了，就这一把、啊，笑中罗汉就搞定。这把蛇能不能怼死个宝宝或怼死个人？牛逼了！对面上盾的扛了已经，哎呀我操，我
就给他们是一波爆炸，好吧，就是一波爆炸啊。这波应该是龟速，斧头盖把罗汉，方正可以把那个高连力破出来。谁的石波宝宝？敲！我日你妹，贴你个腿子贴！压倒是压得住，我操！贴贴。小月你锤呀、啊！我操！方正，我听我说啊，这把不要做高连力波了，方正把对面的石波逼中了，逼中了，把这把要顶过来了，你们两个秒，你们两个秒，把那石波逼中掉。哎呦我操！我顶你个腰！傻逼了，我宝宝没蓝没用了。他这个橘子只有点了。还不点，我操，牛逼！这种橘子他妈一把轻轻都不点。对面刘若生顶血根本顶不住了，我们这两个法系秒，对面刘若生无限躺地，无限戳地板，无限俯卧撑。对面那个辅助需要笑了，我去拉只须弥，我拉只须弥来压尸去啊。普陀出只须弥，方正出只须弥。对面那个地府还是普陀，应该是有愤怒，地府肯定也够了。地府够的，我拉须弥。然后你们两个的话点了三号秒，我的方阵都拿虚名，两个人点了三号秒。我们的女拔木确实装备比魔王要好很多很多啊，不是好一点点啊，是好的翻番多。不要死个宝宝可以了，魔王是在的，拔的有八十级。地府应该又站岗了，地府出宝宝了。好，这个蛇他们还神一次，这个蛇下把刚刚没灵动了，普罗刷个灵动，龟速宝宝飞了，就看我们这宝宝能不能压住尸体了。对面那个四号宝应该也是只龟速，女王墓大招一把，对面的尸陀四星尸陀，国王点的尸陀秒，我都刷个灵动，四星尸陀大招尸陀，国王点的尸陀虚秒，赢了赢了赢了啊，稳妥赢了，虚秒可以干尸陀。就是两把特技没输出来嘛，两把特技给他笑死了。虚汉有回蓝回速度，都没了吧？要把石头点死，他下把清不了我，也没愤怒，也清不了我们宝宝。人气票先刷着，好不好，兄弟们？人气票先刷着，等一下，打完开，好吧 ？BP 真妈真多，光点到后面，阿德的宝宝保护一把方正的宝宝，方正的话多少分钟啊？方正盖把罗汉，普德的话就出个宝宝。阿德的宝宝保护一把四号宝宝，四号是方正的宝宝。
说明刘松应该有输的优势了，两把了。他的下路还有一次。把他们秒成这个样子，他们居然死不掉，你敢想象？就那辅助，好抗性感觉。普陀过来一把放出了宝宝，阿德的宝宝给放出宝宝卡个大气。三号宝宝超级龟速，刘双喝酒。方阵的话先起个塔，然后你们点到二号秒，不用点四周，点到二号秒，继续点到二号秒。比谁的宝宝更慢了啊？我宝宝速度应该是没对面的速度慢，对面应该是很慢，我87的速度。对面那个12乌龟的话应该是12点速度的乌龟，应该这个样子的。就对了，我应该是更慢。拼肯定是拼不过他慢了，但清掉就好了。应该是没问题，拿下了啊！普罗再刷个灵动，没灵动了。点了方阵的宝宝。对面的愤怒应该也够啊！对面的愤怒。对面的地府普罗应该差不多了又。嗯。我压的是旅游村，我压的旅游村。是我。点了方阵的宝宝，刷个灵动，然后阿德的宝宝去保护一把方阵的宝宝。然后方寸的话去私吸一把对面的普陀，然后你们点到二号继续秒。我这个单法的只能压旅游村，我这个不是群法、啊、不像方寸的宝宝可以秒三个，我单法赖虚。而且方村的宝宝比我宝宝速度还慢，你发现了没？妈的，不要刷血灵动了，他妈的，他更秒不进去了。对面都没了吧？应该是吧？对面没盾了，2700，对面都没了，还扛得住啊？这么耐操，不相信了这。普罗上个塔，有仪式。阿德的宝宝保护一把普罗宝宝，普罗上个塔。操！方寸的话去点着对面的队长必中一把，点着队长必中，怕他有丝毫，不知道有没有。魔王继续秒。是哈，果断，但是应该也打不过。用的是普陀，我的哥！起来，他地府是没动的，普陀也可能拖得住。方寸还够笑吗？普陀够笑吗？那你牛头可以去封去，我们两个笑就好了。
我向后面那个，我向后面那个，向那个地方。方正下队长，土德下地府可以。然后阿德点了小月灵秒，阿布继续秒。那个三号宝宝一死，他们所有人都起不来了。对面的反吸有绑大的，我够下，我还够，我塔一直在，一直够。啊，已经放了，放了，5800，衣服死了。放上去私吸一把对面的死陀。是新石头，土豆再刷个灵豆，这轮给阿布卡个大清啊！是真的抗性了，真的对面，真的抗性，非常抗性，就这么顶着我们双秒，其实我们秒他妈秒了半天，你知道不？我说这秒了多，对面不会吃啊，对面要么是金金，要么罗汉了。妈逼，这队伍他妈！内心真好啊，你妈妈 IP 就这样打。那是暴击啊，平常秒的伤害，你看见没？900血，魔王秒2900倒是秒出伤害了，他们流出满分都死了。普陀还够效吧？普陀只要有塔在，一直够效的。普陀笑一把对面的队长。阿德这小圆灵。一般的队伍啊，我们火力全开啊，两法系秒两条，两个幻魔打对面，你说对面能扛得住吗？但对面的话居然能扛得住，扛多少回合了？起码扛了十几回合了。方正的话，先分身进去，方正先分身进去，我来封吧。你是说对面有多能扛？真的，这样都还扛得在，我操，这样都还没死，关键是还扛得在。不用起流进，一定要秒，啊，一定要秒，要秒了对面起不来，把对面药打干净，不能给对面机会。不能在清宝宝的时候人被压死了吗？一定要先把人压死。感觉我们还得充很多钱，说实在，我们魔王还需要加强一下，这魔王不够厉害，防水也不太够抗性。宝宝的这个确实质量需要继续提升，宝宝确实质量不够。怕死的。对面应该没有药了，我是觉得，因为他们这么打的药，他的药，这威慑不知道五龙能不能解？不能，威慑好像不能用五龙单解，可以水星解，水的开，可以用水星解。撕破你们的封印，象形威慑，没办法。我操，他妈！十行的我操！方正就私信一把对面的四陀，方正私信四陀。然后你们两个继续秒，然后就这样吧。这一把他妈的一拉四，我操了，真的是一拉四。你就是封魔王呗，封法器呗，让他们点杀，免得他们点。不封法器，封法器没意义。要封地府。小双给500了，
有啥鸡巴意识？应该还是死了李游春，没血了。我操！还有续迷，两只续迷，两只啊，一只，兄弟一千，可以，你妈哟！那个普陀去过来一把这个四号宝宝，方正的话就控一把对面的普陀。大傻德，别一下秒三号，一下秒五号。对面偷了四个酒了，应该没了。这一波扛住，对面应该没了。而且对面说塞，对面说塞也顶不住，对面也没有缓过来。我操，秒不出来了，大傻子！方正普罗多少分钟？我直接把罗放了。我靠，虚弥被咬跑了，他妈的真牛皮！普陀把罗放了，方正的话去私心一把对面的法系。阿德的小怪，魔王一秒。三个宝宝是没九转了，是确实有九转，他肯定继续拉旅游村，他没拉不起来了。只要保证我这宝宝是活的，他们旅游村起不来。换宝宝了，三号宝宝。三号、二号都换。我都下回我要刷个灵动，灵动了。方正这拉着虚弥，好，跑跑好慢，四号跑好慢。方正拉着虚弥，我都抓个灵动，然后你们点着二号秒吧，点了二号秒。五个九了，对面第五个九。他没有偷酒，他自保了。管羡慕。哦，他那酒是之前偷了个状态，放了慈航。他得他妈没死，但把谁上了？不够不够，我来上个塔，我塔好不够我上。你们点的三号面，我都波澜一把这个。自己的宝宝，对，拉条蛇，阿布点了三号秒，拉条蛇。方寸的话去笑一把对面的，我看啊，放的是七普陀吧，我来笑吧，我不知道了，放的是七普陀。这队友运气好的，他妈的只是礼拜一，925。放了上星星阵的队伍应该都上百万的粉。这都解不了，我操。
还以为他出个嘛出个逆气了。帮人先上个塔，阿德点的一号。哇操，宝宝逃跑了，他妈的个巴子了，否则的话再出个宝宝他妈牛逼。对面神级铃铛，你别急，我看一下发动上个塔，好久了好久了，然后普陀出个宝宝，真的是真的是第五，阿德点一号秒，阿波的话点着三号秒，第五个球了，我操了，要不笑法系吧，等着法系万一手金签很烦。妈逼五个九，你妈孩子，孩子才是牛逼的，我的哥，孩子牛逼的，牛逼的稀烂。鬼叔我换蛇了，对面鬼叔我换蛇了，李若春还没死，队长死了，李若春神药武器，我要刷个灵动。对面的法器分出够了，不用管他法器，没事的，让他放好，我都刷个灵动就可以了。方寸的话去必中一把对面的石头，放个必中一把，这一手先例激发啊，这把这把牛逼了，我的下一把法系，这一手先例激发秒出去差不多了啊。如果法系应该也不会放一个巨宝，你孩子如果有大金的话给他给卡一个阿德，对面地府还在毒回血了，这个完了，对面没了，对面全站着了，斯托林站着，法系都站着了，地府应该死了吧，秒死啊，四千一万，多多点个灯，方寸去点了对面的队长攻一把，你们继续秒，有没有第六个九，对面还要吃了吗？对面应该吃不了了，应该一号二号宝宝是，我觉得对面应该吃不了了，一般队伍带四个九三个九已经撑死了，这个队伍带了五个九，带了五个九不说，已经吃行了三波了，而且是都是一拉四拉起来了，吃行三波，凶单方凶，对面撤了，哇操，不容易啊，真的真的不容易，真的不容易，我要找干嘛去了，对面只是跟我们切磋，这90037的队伍挺强势的，这个单方强势，夜门关上联是甲组八强，韧性是真的好，说真的我们知道疯的挺准的，没分了多久吧，妈让他吃行两把，现在一号只能吃行两次，那是杀天罡地煞只能吃行两次，打 PK 的话你有多少磁场可以放多少磁场，人跟人之间的 PK 是不一样的，叫做 PVP 战斗是可以无限除的，
你杀天罡地煞的话只能出两次了。还真跑，我操，你老吗？快点快点，打他妈三人三那场我都来得及，来不及了，不行，还要变卡。哦，我换过来行。放心，他马上又会升龙火。好了，变卡，快点变卡，变卡。马上六，来不及了，买药。先报名吧，报名，买药，来不及算了。那个看啊，方寸去屠刀一把前面的物理这个白兰地，然后阿德屠刀这个小亮种，然后宝宝的话打一号，我屠刀抓个灵动。你牛进吧，牛进，直接牛牛牛，牛奶膏没事，不报名就来不及了。地震不怕的，地震。地震龙的话克地知道不？龙震克地震。武装化身吗？这个游戏。开着万队伍，这应该是二队吧？应该不是主队啊。开着万的二队。武装化身的。多少分刚刚的队？所有队伍的分全部是925，因为这是今年的第一次挖山，所以说所有的队伍啊全部清零了分。方正把队长睡了，否则下一把这个牛栏山。你们俩睡吧，我搞卡大金。我看啊，都得卡。方寸的话去丢个九凡，普陀下牛栏山，两个睡宝搞卡大金。阿德的话招牛，阿布去起那个牛气，宝宝干一。两个睡宝搞卡大金啊！我宝宝是立劈的啊，我宝立劈的，说这边的公宝宝的话砍杀比较高。装化身三属，这队伍其实属于一个推土机队伍，但是感觉没什么卵用。阵都换错了，对面，准备开走地阵。这飞机基本上属于废了，这飞机。黄金台今天晚上有皇宫生死吗？有兄弟晓得没？黄金台有没有皇宫生死？嗯，我知道。有的话我们打完了去看去。方寸就把对面的牛栏山睡了。哦，普陀的话挂个灯。魔王的话去拉蛇。魔王光辉一把方寸号。宝宝的话干一。一号我他妈怎么还没死？我说一号我。黄金台有黄金圣手，我预上一下，先把号上上去。我们这边快完了，这边还有20分钟打完了。开奖，兄弟们，等我华山打完就马上开。有兄弟没有扔人气票，好吧，帮把人气票轮一下，谢谢，好吧。人气票帮我们轮一下，谢谢了。排队。哇，我有那个武装快没？方正的宝宝开我，阿德哥小圆灵，普罗上个齿轮，方正上个齿轮，
就他妈真菌搞过来吃不下的。关宝宝开我，他的这小园林魔王的话点着五号秒。在我们场上有公宝宝的时候啊，对面敢起天地是作死啊，不可能起天地的啊，对面。还真起天地，我的个哥，那是抗风啊，保证输出了这个。伤害不咋地，他妈的比较能暴击。我都挂个灯，你们两个法系先把血煮熟了，帮着你私心一把牛栏山。你们俩法又出血手，就把心不秒。出公宝宝吧，把他敲死去啊！天地红兽，我这公宝宝这把没摸出去，一血。好，清风王月。我操！输出最大化，这个输出最大化。黄金台今天是几点钟开始？有兄弟晓得吗？这个黄金台，黄金台，我这边号都已经开好了。黄金台，这不是他妈纸人啊！我跟你讲，妈的，被他干死了。感谢黄金台的老板，谢谢老板送的超级火箭，分分感谢。谢谢黄金台老板送的火箭，分分感谢。今天你们几点钟开始啊？这边你们分了多少？我这边马上打完了。好的，打完了就准备看那边去了。这个昨天的话是两胜一负。两负一胜啊，老板那边是两负一胜，前天是两胜一负。阿德点了五号秒，阿布点了二号秒，阿布的宝宝给我女儿砍的，阿德的宝宝给方正砍的。哎呀，全是血宝宝，有一出一个公宝宝薅下对面的林波腾，林波腾应该只要死了，真的，贼难受。多一个宝宝就行，多一个公宝宝就行，全是血宝宝顶血。黄金台老板这么豪吗？哎，不说起黄金台老板，你要想嘛，一个新区为了无级别无限刷武器，刷了吧无级别，你就自己想去这无级别一个新区怎么出的这个？看我宝宝这把能不能把林波城他妈这给他秒杀了，我操了，天地红兽是吧？再给他秒死掉！哎呦，打不着！没有动，打的还是挺多的。对面这两把刷子打不死我们，对面就没了。说实在，对面下一把在对面下个就是下个真菌显灵的时候，已经是很晚很晚了，五千。红宝宝摸了一下，摸了他五千。帮着下一把对面的队长。和尚有人笑吗？我可以笑。那你笑吧，普通笑吧，和尚。哎，你们两个点着五号去。然后魔王的宝宝给你们谁宝宝给我卡一个？宝宝给我血量有点低。没事，这把不要。对面这把的话是林波城加法系的输出，林波城没有那个东西了。安全，我比那个武装快了啊！嗯，你比我们快好多。血量死不掉，有罗汉。他武装死
啊，林波成也死了，他没丁血了，上把耗林波成耗了多少，耗了5000，这把再敲一下5000，兄弟田里红兽阿德点着一号鸟，方正思西把对面的化身，你们点了一号秒，阿德的宝宝给我卡个大，然后魔王的宝宝给普罗卡个大了。说实话，天地红兽就是玩意儿，天地红兽你有一个公宝宝薅你是很疼很疼的，根本扛不住了。天地红兽，阿德破变身了，搞不掉了。这么近，我操！真的丑，这个造型真的丑啊，好丑这魔王。打四十五那组，没愤怒就把酒偷了。你们两个法系两个把我防御吧，没愤怒把酒偷了。快点，还能打四十五。最后一场基本上属于最后一场，耶、yeah? 黄金他今天怎么人不在线，什么情况哦，在打剑会，好吧，他们在打剑会啊。我说了吗，怎么混不服干我，神威不服干我，是对的呀，啊，神威不服，不服来干，神威不服干我，名字打错了、头顶一片绿天绿草原，我操，快点阿德，妈了个宝宝换过来，对面傻逼吧，还要吐怎么样，来不及了，他妈四十五又绿了、哎、反正最后一场了，这个基本上最后一场了，妈屁，绿帽德不是白叫的，我这个半人哎、啊，打他妈48吧，准备一下吧，买下药吧，把我换过来边卡。过分，你算得到吗？我们一共是打了十场，跑了两场，赢了八场，7200分，7300分，7400，刚好7400。手发手，手发手，魔王没卡。魔王变卡，刚好7400分啊！可惜了，他妈的，今天打了两个比较分高的队伍，但是没分。哎，炼兽是什么时候吃啊？9月10号。那不错。一人。报名了，报名了。最后一场了啊，基本上华山的最后一场了。
今天遇到队伍都有点那个，今天遇了两次西城老杰，遇了两次万绿虎，遇了一次90037的队伍，还绿了啥？还遇到了啥？反正遇了好多啊，拉不关注。华山推土机，最后一场，火速打完看黄金台啊，打完看黄金台皇宫，他妈还有五波关注，输了几场没输，没有输一场都没有输，就跑了两场，感觉打的时间有点长，放他们一马，等打伏战的时候咱们往死里揍，是不是啊？七圣老杰啊，放了，哇靠！我操，跑！妈的，送了他们三把分，你妈播了这是，又是他们啊，老是他们，放他们一马啊，放他们一马，他妹的这是，不是我要看黄金台了，是来跟他们打着了啊。万一对面也跑了，对面看我们已经跑过了，他不会跑了，还跑不掉。你说还没跑掉呢？我也没跑掉，我操！你没跑掉？他妈难受。直接跑，太浪费时间了，打得太浪费时间了。等打符战的时候干他们就行了啊！符战有机会遇到吗？那符战百分百遇得到，兄弟啊！符战百分百遇他们啊，妥妥的。除非他们提前淘汰了，你想他们可能会提前淘汰吗？感觉不太可能的这个。规则换一下。放心，他马上又会生龙活虎。规则，方顺哥那个。还是他们，还是他们在干的，还是他们，我操了，真的！文哥，这我着急卖了怎么办？着急卖的话，你卖便宜点不就好了吗？这泡泡有人要吗？这泡泡你便宜点卖啊，便宜点卖呗，着急卖就便宜点卖。你不会让我给你直接买下来吧？你让我给你买了，那肯定不好使啊，这个。是不是啊？你让我直接买了，我这肯定不好使。你这卖的话，希望真的早点卖掉吧。这是一个杀人力批啊，一个泡泡，杀人力批泡泡。华山如果跑的话，我说实在的，这个，如果华山跑掉的话，基本上来讲，跑了扣分双倍的话呢，我估计以后没人打，没什么打华山了，因为打剑会就是不允许跑了。啊，华山主要是为了刷分的，火力全开。方顺就屠刀一把左边这个物理。方顺屠刀一把队长，屠刀一把队长吧。阿德的话屠刀一把左边那个物理。骨头的话先起个九番，不要刷联动了，宝宝干五号。女儿化身的。太合练三飞机，这对我们现在其实好打了，比较好打。碎星绝套子，兄弟，
很克他们的啊，我们队伍说实在主要是抗性现在比较好，方村的抗性普罗的抗性好不都上来了，对，比较能吃伤害，吃伤吃的翻翻多。你看下一波我一波轻轻一波罗汉，对面真没了，对面换续命没有用，就是魔王的这个抗性有点差，如果魔王的抗性有女拔木这么牛逼的话，真的秒伤还有这么高的话，真的无敌。死不掉，一个死了，对面没输出了，对面保护全是引攻，我们下把各种金清了。嗯，你满分弄魔王星岂不止？方顺去把对面的化身，据点的化身睡一把，我金清。普陀给我点个灯，你宝宝卡小四海，有杆子的话就干一把四号，招牛去招牛，手软在场上招牛，有杆子的把四号干了。卖多少钱合适是吧？这泡泡卖多少钱合适，兄弟们？高臂高拖高强力，高敏捷的一只杀人的一只，这把开应该元宵还没吃着吧？一只杀人泡泡打成了六红的，卖多少钱合适啊？两千应该太低了吧，兄弟？六开。两千的，我说实在真的太低了。我相信两千确实有人顺秒，但是两千真的太低了。对面这波还有金涛路的输出了，我们这波说真的伤害得小心点。不了哈，四千你顺秒是吧？两万肯定有，这宝宝不知道啊，反正不好说多少钱，反正我觉得值钱肯定值钱的。方顺轻轻点，普陀的话继续挂灯，魔王吃吧你的气。阿德的话先抓小怨灵，宝宝狗卡大金，方顺的宝宝给魔王卡大金。有人要这个泡泡去真联系好吧？这是哪个区的？这是啊，这个泡泡哪个区的兄弟啊？这个泡泡，兄弟可以告诉我哪个区吗？你这泡泡急着卖。再看看，工资1400，元宵没吃。你为什么不跑呢？你他妈打到最后你也得输。是啊。为什么不跑？工资1400，数字1000，没有吃元宵的这个杀人泡泡。阿德，劝退他。单方牛逼。就像打十三，打你妈呀！被十三大哥，普罗多少分钟啊？普罗分的够大的，够大够大，不够大的给自己点分，别轻掉。不要清了，好清掉吧，清掉吧。宁波城有输出了。方正的话去把对面的队长落魄了，然后点了三号秒吧。阿德把蛇先抓出来，对面宁波城有浪涌了。文哥，看这个戒指怎么说？这个戒指，榜三双耳爆180级的超简易，这戒指无敌了，这戒指兄弟。嗯，一波怨灵吸引了一波攻击。我靠了，这个戒指可以说是69级顶级法系神戒，69级绝对是法系神戒。
兄弟，这个戒指无敌了，超简易的法身双爆，这八十，这个八十级的这个估计非常非常值钱，太值钱了，这个东西，这个应该值辆车，妥妥的一辆豪车啊，宝马奔驰级别的这个。兄弟，你看着办吧，这个。阿德，这不小于零，我都刷个灵动，帮着你下一把给你化身。这个绝对能值一辆豪车啊，具体看能值什么豪车了。帮着的宝宝太牛逼了，能卖辆 Q5 不好说。看情况了，这个。这个兄弟真的太牛逼，老板你看我房间的这个守护51个，能帮我补个守护吗？我们房间的话守护永久红马。怎么说老板？坑到半个红马吧，这个太牛逼了，这个太牛逼了，这个绝对是69级顶级法系神界，我靠了，无敌了，这个妈的法伤双爆，先比对一下140的四伤害去吧，140的四伤差不多60万左右，是不是、啊、比对一下，是这个老板的，是这个老板的。哎，我们怎么要死了，我操，我他妈一波没注意啊，这边要对面要躺人了，好像3200，我都刷个灵动方出去落失心一把对面的化身，我身上这么多飘散风，轻轻的女友生死了，他跌了，方寸失息化身，阿德的话点的化身秒，魔王点的释放秒，方寸的宝宝给自己卡个大金，金青了是吧？ Okay. 嗯，我金了，我金了，我宝顶你血啊，挺好。那左边的化身，左边的是化身，左边的是化身，冷漠是化身，冷银是女友村。这边开场第一回合就把对面法系点死了啊，有点牛逼啊，等一下我这边马上打完了啊，打完了我们去切那边好吧，这边应该就这么一两回合了啊，对面已经扛不住了，他们对面清小兵的好快，我操，我们女拔木一直秒不出来，续迷飞了，这个戒指老板这边的话，你等一下有资源的话你给我一波好吧，我给你上号行不好吗，死两个来不及了，应该都已经过时间了，没时间了，不能报名了，10人过了，现在已经报不了名了，你们宝宝顶顶小四海，宝宝把小四海顶顶，继续瞄就行。方寸如果封的是左边的话，你就封石头岭吧，刘春。宝宝血量顶好。方寸这边没人顶血没用，高手宝给方寸顶个血，方寸要死。那边三个输出。可以死不了。对面没了，妈的，阿德早就你跟他打字叫他跑了，还给打一场，对面没了。你女儿什么一直叫你看动画片，只能看动画片给他，好好的养大他好吧，不要欺负我家儿媳妇，好好养大，好像是新一把对面的化身吧，能秒吧，对面那个旅游村和那个和尚都是一10血一千血，怎么不换续米算了，还行，和尚加不上血，死了，
今天是差不多七个队吧，我们是卡片变了十二次，赢了九次，对，赢了九次，赢了九次的话，九九八十一，九千分，差不多。换上半只虚米吧，否则再刷个灵动。我操，阿德把你宝宝拉出来了。好了，我这边的话准备去干那边的去了，好吧？那边的话好像是上来点死了一个啊，上来关的话把那个法器点死，对面的话是扛住了，正的话一手正大克，我感觉好回去啊。那边 PK 开始了啊，那边的话今天是第一场。我要回到元符。有魔王不一样，有魔王的话烧的会烧双会烧的比较快。兄弟们人气票帮我抡一波好吧，马上开展开了，兄弟们快，人气票帮我开展开一波。人气票，人气票，轮一下，轮一下，包裹的包点一下，包裹的包点一下之后，把人气票轮出来，马上开奖。这边的话，观众方是一手风阵的话是大克对面的银阵了，把对面银阵大克了。我们看对面视角好吧，因为对面的话正被大克，正被大克。